Fly me to the moon,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. Let me see what spring sunlight on Jupiter and Mars. Not a word, please be true. In other words, darling, I kiss me.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瑞士的 Schaeffler 400JM 这样一个型号的高保真原声吉他音箱，它的产地呢是意大利。那么首先我们讲述一下它的配置。那么我们看它的喇叭单元呢是两个8英寸的单元，同时加一个1英寸的高音单元，双功放。那么作为原声吉他音箱啊，首先涉及到400瓦已经是一个相当夸张的事情了。那么作为一个这样400瓦的原声吉他音箱，它的声压会比较大一些。那么相对来说，在小型的场地，这样一个原声吉他音箱相对来说已经绰绰有余。那么首先我们看它的控制面板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。我们从 CH1,CH1,2,3,4,5,6 总共它有6路的这个输入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吉他呢就接在我们的这个第一路，我们的录音的话筒呢接在我们的第二路，同时第三路、第四路、第五路、第六路。那么在前三路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接麦克风通道啊，卡农和这个 6.5 的吉他的这个输入，在第四路可以接这个高阻抗和低阻抗的乐器，那么第五路同样是。那么第六路呢，它相对设置的是一个外接的这个 CD 或者是 MP3， 我们可以通过内录或者是音频的输入来实现一个现场的音乐的伴奏。那么在这边是 Master Volume 是总音量，还有这里呢 AuxRig 这个是线性的录音输出。那么在这里呢总共是我们的这个效果，那么这个是效果的总的音量。那么其中每一路呢都可以实现单独的音量控制，比如说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效果去掉，当我把效果打开它就有了混响。 Hi Hi， 那么这个就是每一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实现。那么今天我们录音这个使用的这个吉他依然是来自于 Taylor 的这个 414C， 我们把它接在第一路。那么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它原声吉他的声音啊。首先我们把这个混响全部关闭啊。今天我们录音的输出呢是使用这个 Direct Out DI 直接输出到我们的声卡，我们来听一下原声的声音吧。那么打开我们的混响，那么通过我们的话筒啊和我们的原声吉他的这个输入，我们都可以实现我们的效果的添加。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着重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效果的输入。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效果器的第一个开始，我们把我们的总输出
打大一些，我们试一下在吉他的第一路是什么样子的声音。这是一个延迟的效果，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试一下，里面加了一点合唱，再试一下第三路，混响，第四路，同样是混响，我们的 FX5 相对是空间比较小的房间混响，我们的第六路，听上去会有点大厅的感觉，大厅混响，第七路。那么这个声音，这种混响呢，相对比较悠远而且暗淡一些，我们的第八路，这个就更像非常小的房间啊。回到我们的第一路，好，现在我们使用我们的麦克风添加效果，我们来听一下第一路，第二路，第三路，哒哒哒哒，第四路，哒哒哒哒，短促一些，第五路，哒哒哒哒，这个空间相对小一些，哒哒啦啦，稍微大一点的房间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暗淡一点的房间，哒滴哒哒哒哒哒，小一点的房间，一直到我们的第一路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那么现在关闭我们这个第二路的通道啊，我们的人声就可以关闭。那么在这里有个48V， 今天我们接的话筒呢是来自罗德的这个 NT-5， 它是一个电容麦克风，所以说我们需要48伏的电源对这个话筒进行供电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每一路，基本上它都有 gain 增益，它的高音、它的中音、它的低音，每一路的独立的这个效果器和每一路独立的 aux volume， 就是音频啊，音频输出和输入的音量啊，最下面是它的音量。那么同样在这儿也有我们 Rick Out， 我们线性输出的录音的这种设置，同时也提供了相当大的这个 EQ 均衡的设置， DI Out DI 的输出，线性录音的这个左右声道啊，录音输出的左右声道，我们音频输入的这个音频输入的左右声道，以及每一路的这个输出。相对来说这个 JAM400 还是提供了比较强大的原声及它现场需要的这些参数和设置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瑞士的 Schaeffler 的这个 JAM400。